视觉中国讯，3月26日，千亿媳妇徐子淇与富豪老公李嘉诚现身某慈善晚会，徐子淇一袭透视长裙现身，生了4个孩子的她依旧保持完美身材。徐子淇全程挽手老公李嘉诚秀恩爱，夫妻二人结婚多年依然甜似蜜糖。一向伪善不甘人后的李嘉诚、徐子淇夫妇还得到大会颁发的特别荣耀奖项。徐子淇表示，最重要是帮到人，奖项只是锦上添花。徐子淇表示，下月将带子女到河南探访受助人士，希望让他们亲身体验慈善活动。早前香港千亿媳妇徐子淇在社交网发出与老公的甜蜜合影，迎接新的一年来临。已经生了4个孩子，今年35岁的徐子淇一身贵气，但又不失少女味，非常漂亮。2006年，徐子淇以24岁之龄嫁给恒基主席李兆基的二儿子李嘉诚，成为千亿媳妇，更8年抱四，生下2子2女，凑齐了2个好字，令人羡慕。最重要的是，她与丈夫结婚11年，一直都是那么恩爱，每年两人都单独出国旅游，享受属于他们俩夫妻的二人世界。